去三亚有别野，开个播。上来他就把药磕了。那不能回家。完了，俺们家有个银鸡怎么办啊？刷宝典去。炸！你这没用。为什么玩波比？波比怎么了？波比？早上起来第一把，这就应该是波比。哦，不对，现在是中午了。为什么这个天使会觉得自己死不掉呢？起飞了，兜兜兜，起飞了，吃个药。吃不下吧，OK， 差不多了，回家了。小点心时间。跳的这个问题，我给咪咪洗澡了，我发现不行。哎呀，现在这个猫啊，它有问题，它极度的讨厌人类，根本碰不了，脾气越来越大，不知道这该怎么办了。以前我给他洗澡还能洗，现在我给他洗澡都洗不了一点。就跟杀猪一样。我都不敢碰他，我一碰他就挠我。把他留给坏家伙们。起飞了，兜兜兜兜兜，起飞了，兜。教育他，那没有用呢，咋教育？先吃个药，擦个眼儿来。天使人咋没了呢？艾克在这个位置。起飞了，兜兜兜兜，起飞了，兜。闪现，点燃，走。哎，有不想要眉毛的人吗？
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，我这波比。连波比的皮肤都有配音，你说是？猴为什么没有？快一点，送去宠物店洗，我怕给人宠物店给挠了，而且多麻烦啊，你看洗个澡还得让他出去，哎呀，而洗一回可贵了，他们给洗澡洗一回100多，我人他妈的上洗浴中心都没100多一回。我是去洗澡的，我不是去干别的，我不上楼洗个澡，门票60，加个搓澡85、89，我点了，起飞了，嘟嘟嘟嘟走。天使3级，天哪！把二塔拔了先，拆塔狂龙，不拆，上高地。上高地，上高地。没有人，俺们就上高地。你就永远3级吧。所以你套我点盐，你那3级点盐能点多少血？他3级的点盐点110，他就有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人有点多呀，这。抖抖抖哟，他走了，我也走了，再见，吃狗屎。哎呀，等会儿啊，我们的位置稍微有点问题，抖抖抖起飞了，降落了，他有点盐，可恶的点盐，坠机了，谁的飞机？没有人送飞机啊，我以为有人送飞机呢。
学到了什么。狐狸值钱了，狐狸一直都挺值钱的，狐狸是二杠二，没关系。我们主要主张一个字儿，吃不挨。先去把那个峡谷先锋给他打。这转过来，这远程英雄啊，就不到他屁股后头打了，他自己能转，这就叫细节。就把蓝 buff 打了，我捡点捡息地。应该是没了。天使升六了呀！哎，他去下路了，那我们直接把这拆了。干嘛呀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挺吓人呐！我起飞了，嘟嘟嘟。嘟嘟嘟，再见！这老头干什么？我往这站一手啊，我看有没有人过来。三二一，算了，我不飞了。起飞了！他就39滴血，我赶紧给他拆了。老头子挺猖狂啊，老头子！我给你头给你打掉，头发给你揪了，老头子。起飞了，炸死了吧？这都没炸死吗？那老头子怎么回事？那老头子怎么带着加血？哎呦我靠！加血老头。先来把无尽吧，不行，不能都卖了，我都卖不太合适，我就光买一个十字镐吧，我就不买大剑了。我怎么点不过这卢仙呢？装备有点好，有点点不过他。主播只会打女人跟老头，主播还会吃小孩。藏印了，我们家有个养小孩的工厂，叫做梦幻岛。天使还能值点钱呢。
没啦，我上高地啦，拆塔狂龙。这老头子，我是不得杀你了，我发现。那老头有大，咱就不杀了。他俩的天使加老头挺烦人啊，双城无敌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兜兜兜兜，我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死的呀？我那血怎么一下就没了呢？我让谁打的呀？我血呢？我的血哪去了？干嘛啊走？他死了，不啊他走，你那个他不死不了吗？他死了，这伤害够。但是我这血怎么没了呢？我刚才怎么死的？没有如我所料的准确的进行。我刚才满血，可恶。明天有双倍吗，亲爱的猴哥？没有双倍哟，我亲爱的兄弟，亲爱的粉丝儿。哦不，家人们，打条龙吧。哎呀，这你点得过我吗？这技能起飞了，别突突我，走你！狐狸给了我一波不解释连招。卖不卖呢？差50块钱，13秒钟，等不等？可以等，这样我们就有吸血了，这样我们就会有9%，不是9%，2.5%，全能吸血。说实话，这卢仙呐，得杀一杀了，太狂了，简直是有点狂，简直是有点太狂了，我发现。狐狸呢？狐狸死了，行。这帮狐狸没有大，我其实有点害怕。这老头子怎么回事？这老头子，你不知道我专门打老人，我怎么了？我买了个痘痘贴，
这玩意儿能有用没？他到底能不能去兜？